越南人误以为我是中国人，林北西台湾狼了。说中文吧。刚才你说坏事，你是哪里人？你猜吧。你是越南人吗？那你也是越南人吗？没南。那你是公还是受？公是什么？他在哭我。我也不是，但是不是中国人的，还是共安不是共产党的中华民国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听啊，不可能吧？很有名啊 ，Do you know Made in Taiwan？ 台南是不是一次？不是台南，台湾是台湾，不是台南。那什么地方？奶，No。更多影片都在李听频道。